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范式气球课堂，我是气球君。今天我们教大家用气球做叮叮一个漂亮的立体爱心。如果你用不同的颜色，就可以搭配出不同的效果。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它的整个制作过程，待会我们用八种颜色的气球来制作。就像这个爱心的形状，你可以看出它外面是由一圈白色的泡泡组成的，一共有16个白色的泡泡，所以我们先吹一条白色的260气球吧。好的，吹起来以后，我们要连续扭16个两指宽的圆形泡泡，每个泡泡都要一样的大小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好的，扭泡泡的时候，我们注意抓住第一个泡泡，后面所有的泡泡就不会松开了。然后我们要把球嘴跟最后一个泡泡的节点把它扭到一起。好的，扭到一起以后，多余的气球可以先去掉了，然后跟球嘴打结。叮叮，先做成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吹八条不同颜色的260气球。然后我们任意拿两条气球，把球嘴连接到一起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节点跟刚才的白色气球球嘴的位置连接起来。好的，连接好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再拿一条气球连接到旁边这个泡泡的节点，接下来再拿一条气球再连接到下一个泡泡的节点。然后再拿一条气球再连接到下一个泡泡的节点。好的，现在连接好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要把其他的三条气球连接到另一侧的三个节点。我们先拿第一条从这边开始连接到第一个节点，然后拿第二条连接到这边的第二个节点，然后第三条连接到这边的第三个节点。好的，把所有的泡泡连接好，我们把它摆放好位置，看一下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好的，把所有气球都连接好以后，我们就要以这个节点有两条气球的位置为中间位置，这边四条气球做爱心的一半，这边四条气球做爱心的另一半，所以中间位置其实是爱心最低点的位置，中间点是最低的，所以我们不能从中间开始编织，应该从橙色和黄色，这边是蓝色和紫色开始编织。
好的，我们先用橙色气球，有一个两指宽的泡泡，再用黄色气球，有一个两指宽的泡泡，把它们扭到一起。好的，扭好以后，记得黄色要回到黄色泡泡的一边，橙色回到橙色的一边，然后这边是蓝色和紫色，各扭一个两指宽的泡泡。把它们扭到一起，好的，我们同样要注意，蓝色泡泡要回到蓝色的一边，紫色泡泡要回到紫色的一边，所有的泡泡大小都是两指宽，跟白色泡泡是一样的大小。好，做好以后，我们再开始编中间，中间是绿色和青色，我们先扭绿色，扭一个两指宽的泡泡，再跟旁边的黄色气球扭一个两指宽的泡泡，把它们扭到一起。好的，然后这边是青色气球，扭一个两指宽的泡泡，然后跟这边的蓝色气球有一个两指宽的泡泡，把它们扭到一起。然后这边的橙色气球再有一个两指宽的泡泡，跟旁边的红色气球有一个两指宽的泡泡，再扭到一起。这一边呢，紫色气球跟桃红色气球各有一个两指宽的泡泡，再把它们扭到一起。好的，做好以后，我们就从中间开始，绿色气球留一个泡泡，青色气球留一个泡泡，把它们扭到一起。然后是橙色气球跟黄色气球，好的，这边是蓝色气球跟紫色气球，我们按着颜色来做就不会做错了。好的，做好以后，这边的桃红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连接到白色的气球，我们白色气球的下一个节点，顺着这边来，下一个节点把它连接起来。好的，另外一边是红色气球，有一个泡泡，连接到白色气球的下一个节点。因为气球比较多，会显得比较乱，没关系，按我说的颜色，跟着一步一步做，你就可以做出来了。接下来是黄色气球跟绿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好的，把它们扭到一起。然后是青色气球跟蓝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把它们扭到一起。然后是紫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连接到这边白色泡泡的下一个节点。好的，另外一侧是橙色的气球扭一个泡泡，连接到这一边的白色泡泡的下一个节点。
做好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是绿色气球跟青色气球各扭一个泡泡，把它们交叉扭到一起。然后是黄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连接到白色的泡泡下一个节点。另一侧蓝色泡泡，蓝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连接到另一侧的白色气球下一个节点。好了，这样子做好以后，我们就用青色气球再扭一个泡泡。好，直接连接到白色气球的下一个节点，中间要穿插一下。然后是绿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连接到白色泡泡的下一个节点。好，同样要从里面穿插一下。好的，这样子爱心的一面就做好了，它的另外一面呢，我们反向着制作就可以了，同样的方法来制作。好，我们把它倒过来，倒过来，从中间开始制作，把气球折下来，先是两条绿色和青色的气球，各扭一个泡泡。把它们扭到一起。好的，像这个样子。然后把黄色气球折下来，扭一个泡泡，跟绿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把它们扭到一起。好的，然后这边的蓝色气球折下来，扭一个泡泡，跟这边的青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再把它们扭到一起。接下来绿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跟青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扭到一起。然后是蓝色气球跟紫色气球，蓝色扭一个泡泡，紫色扭一个泡泡，扭到一起。然后这边就是黄色跟橙色各扭一个泡泡，扭到一起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黄色气球扭一个泡泡跟绿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扭到一起。然后是青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跟蓝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再扭到一起。这边紫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跟桃红色的气球扭一个泡泡，扭到一起。另外一边是橙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跟红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扭到一起。好的，这样子做好以后，我们再用绿色气球跟青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扭到一起。接下来是橙色气球跟黄色气球扭一个泡泡，扭到一起。另外一边蓝色跟紫色各扭一个泡泡，把它们扭到一起。
然后这边的桃红色气球留一个泡泡，再连接到白色的这个节点，跟对面一样的连接过来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直接把桃红色气球去掉，然后打结。再往里面藏绕，好的，这样子就连接好了。另外一侧是红色气球，有一个泡泡连接到白色的这个节点，我们同样先把它去掉，然后打结。再把这个节点往里面缠绕，好的，做好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这边是紫色气球了，留一个泡泡。好的，把多余的气球去掉，打结。我们要连接到紫色气球的这个节点，连接好以后是这边的橙色气球，有一个泡泡，多余的去掉，然后打结。再连接到橙色气球的一个节点，往里面穿插打结。剩下的就是黄色气球了，黄色气球同样扭一个泡泡，多余的去掉，打结。再连接到黄色的节点，然后打一个结。这边是蓝色气球，蓝色气球留一个泡泡，多余的去掉，打结。连接到蓝色气球的节点，也就是这个节点。好的，最后绿色的两条气球，绿色和青色把它去掉，不要留泡泡了，直接去掉，然后把它们打结，再连接到两个绿色气球，也就是这个节点，这个节点把它连接进去就可以了，直接往里面藏绕。最好打上一个结。好的，这样子一个立体爱心就做好了。最后我们要把多余的球嘴都要修剪干净，叮叮，这样子把所有的球嘴都修剪干净，一个漂亮的立体爱心就做好了。跟着我的步骤，按照颜色的区分来制作，你也可以把它做得一样的漂亮哦。如果你觉得节奏太快跟不上的话，
记得按暂停，反复练习。当你掌握好它的制作技巧以后，就可以尝试着用同一个颜色的气球来制作，或者用你想要的颜色来搭配，会有不同的效果哦。喜欢气球的朋友记得点关注，在评论区跟我留言互动，让我们一起开心的玩气球吧，拜拜。